呦，哎呦，好棒啊你！下来了，敢下来了。哎呀，他还跟他说一说我今天经历了啥。随便摸，打你屁股，打屁股，打屁股，打屁股。哎呀，这俩还挺感情好。你看，他们真的是从小只要一块长大的，真的是感情很好哈。还两个的小脚脚，这俩的小脚更好玩。哎呀，好开心呐、啊，玩的。的话就没有办法过去。有一颗开心的洞，这样趴着多好看。有一对好的朋友，朋友每天都手牵着手啊，这开心。你看他的耳朵，从正面的话可容易看到他耳朵里边结构，看到吗？看他耳朵，看他耳朵。有一些有趣的朋友，是我是我。脚脚，他坐在这样趴着的这个很有气质。我的朋友